喝个热汤人就比较舒服。你意思说天气冷冷的，喝个热汤的，很棒。啊，里面还有蛋呢、啊。哦，它有附蛋。嗯。嗯。今年就感觉比较早整，今年比较早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去年好像拖到十月底十一月，每年呢不一样，也好了，比较正常了。我记得去年十月还在穿短袖、那时候大家还在穿短袖，十一月的时候、然后还有台风、今年台风没有侵台，你看没有，很厉害，都跑去日本了，今年特别厉害、没有一个侵台，算是我们不错，运气不错、没有一个侵台。天时在变呐、只要去切就扎去了，没有再去，去它容易变断。我女儿沙拉煮肉，我带走了。带走了，哎，好。我们要带走肉。对。好，不好意思啊。哪一个？沙拉碗。哪一个？沙拉碗。然后一个小汤杯，小汤杯直接装个蜂酱就好。然后我早上那个早班好像有酒味，喝酒。早班是谁？那个姓赖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有酒味？有闻到。那晚上是有喝酒，大概吧，就妈的五点多跑来，神经病一样。那个赖也是有喝酒，有啦。那个，
Thank you.